美食大集合，欢迎小慧。这一次呢，大胃王要带我们去吃澳洲的战斧牛排。我去澳洲的时候，我也是大吃特吃牛排。所以那边的人都会吃那个。然后你是要带我们去一个马可斯厨，是不是？对，马卡主厨的一个私人厨房。哇，就这样一定要订的那种。高级餐啊，地中，而且是地中海料理。地中海其实料理很健康，对，很健康，多吃也不会有太多海鲜啊，对对对，很多哇，所以整集都是可以看到满满的美食。除了这个美食之外，还可以学到，不小心吃太多的时候，还可以就是让自己轻松的消化热量。来宾有健身教练 Danny， 旅游美食部落客雅美奖，大胃王小慧以及艺人安以爱。今天大胃王要挑战什么美食呢？他们也将带来许多自身经验分享哦。好，今天现场就是美食跟美女的组合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来看看呢，丰田要带我们去哪里了？先看那个我跟小慧去澳洲战斧。对，一起来欣赏。好的，这一次的外景呢，我跟大胃女王。小慧跟大家一起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丰田超久不见的，好久不见。待会呢，我们要吃很多很多了。当然，就你介绍这间是澳洲，对，澳洲美食可以吃到满满的肉，因为他们有很多那澳洲牛，有没有？平常工作真的蛮累的，吃个肉来补充一下体力也不错。那我们先进去，先去饱肚子再说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哇，看一下这个战斧牛排，巨大！老板可以介绍一下吗？这是我们澳洲战斧牛排，熟成三个月以上，然后配上我们的宫城县的一见钟情米。哇，这个大概多重？这个大概两公斤左右，特别特制给我们今天的大胃王。这个不止两公斤哦，手都会抖，看起来巨大，你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的，小 case，这个小 case， 哇，哇，厉害厉害。那这道呢？这道是我们特制的黄金千层薯塔，是用了两天的时间，先刨过薄片之后泡水，然后再烘烤，低温烘烤而成，然后进冷藏冷冻，出品的时候再高温油炸。然后上面的酱料是黑松露番茄酱。那这个的重量呢？这个重量大约在一公斤左右，也是特制版的，为我们大胃王特制的。哦，特制的。对。好，那这些都是老板自己做的吗？对，都是我亲手研发然后设计而成的。为什么就是想要做这个澳洲的美食？因为我十年前就在澳洲，我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才回到台湾。那旁边的这些都是我待会就是稍微品尝的，没有要吃完，也吃不完呐、啊。可以简单介绍一下。可以。这道是澳洲维吉麦和牛牛夹肉大馆面，它的酱料是用澳洲的 Vegemite， 它吃起来像米手，很浓的味噌。对，所以这道是非常特别的。然后下一道是我们的黄金千层薯塔缩小版，正常版。然后接下来澳洲肉派是我们亲自用澳洲的牛胸肉去慢炖，用红酒去慢炖的。然后这道菜是非常澳洲国民美食，去看比赛啊，出去玩啊，都一定会吃，街边小吃都会有。然后最后一道是 chai cake， 是用非常普遍的在澳洲咖啡店，很多人如果不喝咖啡，他们会点 chai latte。chai 就是印度的香料。哦，香料拿铁。对，香料拿铁所组成的个蛋糕。好，那谢谢老板的介绍，谢谢。现在呢，我们等待就是老板帮我们切一切，方便入口。对，那这个时间呢，就是先量一下你的体重。量我的体重 ，OK。大概56.9。好，那56.9先记起来，然后到时候吃完再量一下。来，我们有30分钟的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有，我准备好了，而且看起来超澎湃的啦，而且切过以后整个变很豪华哟，看心里面的小尖叫，真的加了计时，慢慢的计时。好，那就开始咯。好，计时开始。你要从哪一个开始？我就是这个，想先吃牛肉，而且这肥瘦
超美的，这油花，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吃肥肥的东西。哦，喜欢肥啊，大胃王都好喜欢肥肉。很好吃哎，很香，很香很香，吃边边小块一个骨吧。嗯，你待会如果时间剩很多，你可以吃我的，好不好？一起吃。但是熟成的牛肉是吃起来特别香。好好吃哦，真的越嚼越香，而且它的那个外面的皮是很酥脆的那种，所以里面是肉是超级嫩，但是外面一层薄薄一层是那种很像吃到鸡皮一样，就是饭吃起来也特别香哎。因为一见钟情，你在日本也是算是高级的米，挺好吃的，米也太好吃了吧？那个超吸附了超多那个他们的那个高汤吗？对啊，我觉得里面每一口都是很香的味道，超级香，而且菜哇好大口啊，嗯，好看。你看吧，感觉很快就吃完了。没有，我要赶快介绍我的部分。它的肉也，你要不要吃这个肉？超嫩的，直接入口即化。哦，我看得出来了。超嫩的，会吓到。嗯，这个也好好吃哦。赞，对不对？我好喜欢哦。喜欢，对不对？真的入口即化，哎，太好吃了。澳洲美食很少吃到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吃澳洲美食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还是这么在地的。嗯嗯，超好吃。嗯，哎呦，嗯，可以哦。你踩一下嘴巴。嗯，旁边有那个饭粒。哦，你舌头好脏哦，直接舔掉。太厉害了。老板都看得很爽，客人吃这么爽，应该很开心吧？开心，应该很好吃。好，那我就吃个肉排，看满满的锅巴。哦，满满的锅巴，好香，对不对？也太大锅了吧，小姐。嗯。刚刚一口吃的量，差不多就是一小碗的量哎。看得很爽哦。嗯。看着他吃饭好疗愈，也很大口，感觉很跟这个丈夫一样很豪迈的，咔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吃肉排。他说这个是澳洲人国民美食，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哎。他是用牛胸肉，嗯，好好吃。外面的派超级酥，而且薄薄薄薄的，但是可以吃到一层一层，然后还前面还可以闻到那个奶油香，然后咬下去之后，它的肉也是超级无敌嫩，这个国民美食太强了吧？那我先吃派，中间的那个白黄色的酱是玉米，玉米，这是都是用马铃薯吗？对对。搭配松露好爽哦，这个小朋友应该也很爱吃。嗯，因为前面是单吃这个派的时候是主要是马铃薯的那个甜味，但是搭配松露那个酱之后，哇，整个香到不行，很好吃。啊！丈母牛排快吃完了，十五分钟。哎呦，顺利哦。嗯。所以老板，通常这个大小是几人份？是这个有多煮，大概有六到八人。嗯，我挖干净点。而且小慧很棒的地方是她吃的好干净，最后一粒饭都不剩下。因为这是一见钟情米，吃下去就大家都对我一见钟情。哎呦，没有啦。会了会了，这个会吃的女生真的是。这是夸奖吗？对，给你个赞。吃完，谢谢。剩14分50秒，好好享受。好。超香的啦，这其实跟撒的不手软呢。而且旁边已经帮你准备了很多刚刚说的那个玉米酱。玉米酱。玉米米。原味肉超好吃的。原味很好吃。太开心，吃的太开心，对不对？嗯。
嗯，我问一下，你现在几分饱？一分饱。嗯。你刚刚不是吃完战斧牛排，那是六人份的哦。吃到好吃的东西，永远都不会觉得饱。哇。嗯。好吃。就算冷掉也好吃的那种，对，就很还是维持那个酥那个酥脆的口感，芝士起司香料起司全家，嗯，玉米酱没吃过，这玉米酱吃起来有种奶的味道，哎，很棒，嗯，没那么夸张了。一见钟情，那个香料香好明显哦，而且这个蛋糕也是那种外面刨过的那个表面是有一点脆口脆口的，但是到中间就慢慢慢慢就是开始湿润。这样一份是用掉几颗马铃薯啊？这个大概用了快20颗，有那么多？几分饱？一分啊，明明就已经吃了一半了，嗯，还是一分饱，嗯，所以这个不算塞牙缝，没有，嗯，太厉害太厉害，真的好脆呀。那你有参加过，比如说？参加大胃王的，然后吃完就有奖金的那种，有很长吗？我还没出来之前，我就是都会去参加一些比赛赢奖金。哦，真的？嗯。那你有失败过吗？还没有。白战白胜，没输过。目前没输过的小慧，嗯，到底？能不能这次也顺利成功？还是你说还剩几分钟？剩2分20秒。嗯，他认真起来了。还有几分？还有1分30秒。嗯。哇！最后冲！嗯，小慧冲起来了。嗯。超干净，停，留下1分20秒，小慧挑战成功啊！那小慧挑战成功，但是呢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，不可能，不相信。那直接证明给你看，再量体重一次，然后看它增加了几公斤，这样子。来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它现在体重是。4公斤，61公斤，所以等于是增加了4.多公斤， yeah, 真的是增肥，挑战成功，谢谢，也证明他真的有吃，一个人吃完这些，而且真的很好吃呢，对，意犹未尽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，你是脚踏车工厂上班嘛？对，平常都是这样子站着，就是在生产线工作，然后就是手。也很少会停下来，也会走动，几乎不会坐着，就是站着。就站着工作比较多，嗯，但其实站着这件事情呢，对身体很多很多好处。那有什么好处呢？回棚内告诉大家。来，先恭喜小慧挑战成功，挑战成功，白胜白胜。而且重点是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增重，然后还在那边开心。对，哇，4公斤，超多的。小爱讲真的，我们如果吃一餐，我不多增加个1公斤，我都超自责，我回去就会不吃东西，对，我就会吓死，1公斤怎么可以？对，他4公斤还笑得这么开心，开心，荣誉啊！你有理解？你有就是量过，譬如说吃一餐完，然后增加最多的一次进食的时间，差不多有3个小时。嗯，前后差不多差了10公斤，3个小时吃3个小时吗？嗯，我就这样站3个小时这样吃，前后量10公斤，很完全让我想到《神隐少女》的爸爸妈妈，就吃着吃着变成猪，真的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哇，
所以是真的经过专业的训练才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变成大胃王就对了。嗯，所以不要多尝试，因为其实不推荐。他现在叫我们不要跟他出来竞争。对对对对。那刚刚有讲到，就是除了这好吃的美食之外，还有一个是就站着的好处这件事情。那小慧就是平常都是一直站着嘛。哦，因为你的工作是在做工厂的生产线作业员。嗯，因为他还是学生，晚上有在读书打工。哦，对，所以呢，今天就是刚好邀请到就是这个教练，Danny 教练，就是请他告诉大家，就是站着的好处是有哪些。好，英国的医生有建议呢，我们一天站3个小时，每周5次，抵过1年跑10次的马拉松。对，因为站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双腿是承受着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，就代表你肌肉有在发力。加上我们站着的时候会走来走去嘛，那走路其实可以消耗更多的热量。所以呢，只要你养成少坐，然后多站起来走动，就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跟糖尿病。那我们现在要站着录。对啊，我们站着。干嘛坐着？对啊，对啊，站一下嘛，新大哥们，对不对？站一下。没关系，就我们请 Danny 教练，就是可以站着可以做出来的运动。对，好，今天教大家就是练马甲线。好，大家先坐着，站起来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哦，就是其实，在厨房会遇到一个常见的问题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请看，盐巴加太多，汤太咸了，可以加一样东西解救，是哪一个呢？一水，二马铃薯，三柠檬片。因为我也常常会这样，一不小心太咸了，太咸的时候，对，怎么调整？有水、马铃薯和柠檬片，答案到底是什么呢？请举牌。来，小慧选一。我觉得太咸，直接加水好了。那小爱你选？我选二，马铃薯，因为我觉得马铃薯应该可以丢进去，它可以把那个咸都吸进去。对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对，所以那个水就不会有那个咸咸的，比较不会那么咸。所以Yummy讲是这样觉得。就像咖喱饭里面不是都会加一些马铃薯嘛，然后最后就化掉，它就可以吸它那个咖喱酱里面的比较过咸的味道，会综合一下，不会过死咸这样。我选水哎，因为感觉马铃薯跟柠檬会让那个汤的味道改变。对，因为我也会觉得加柠檬片感觉会变，味道会变酸啊。酸，对，味道整个变。对啊。可是如果是泰式酸辣汤 OK 啦，会变超爽。对。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我们直接看一下。嗨，现在呢，我来到这个马可老师的私人厨房，听说呢，他准备了地中海料理给我吃。那我顺便问一个我平常做菜的时候的一些问题，好不好？进去，听说这是新开的，还没有被采访过。哦，马可老师，丰田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听说你今天有预约马可私厨。对对对，第一次来，所以这里是新开的吗？对，这里算是我的第二个家了。第二个家，对对对，这是我们新开的，7月1号才开幕的马可私厨，好漂亮，专门做我的地中海私房菜给大家吃的。我其实来这里的目的是当然要享受你做的这些料理是之外，还有问一个问题哦，有关主菜的问题吗？ Cooking 的问题，对对对对。我们都是先吃，趁热吃，吃完才能问。好，没有吃完再说。对，哇，看起来好奢侈啊，很壮观哈。第一道开胃菜，开胃菜通常都是沙拉什么的。对，直接给我一个鲍鱼。对，直接给你一个鲍鱼。土耳其的小麦，把它炒成墨鱼汁，好像鲍鱼活在那个岩石上的感觉。然后我鲍鱼上面再放一点鱼子酱。那你海鱼子酱，对，而且它真的是波兰安东尼的鱼子酱，所以它海味很浓厚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对吧？所以觉得鲍鱼很嫩。鲍鱼真的是有够 Q 的，而且真的鱼子酱那个一颗一粒一粒的，真的会在嘴巴里面会爆炸，对，爆炸，就咬下去就会那个鲜味会喷出来。下一道，来这一道，这是鲔鱼，稍微用柠檬油啊。沾一下之后，然后拿芝麻去煎过。来，给它试。哇！先可以先吃到那个外面那个脆片的脆脆的口感，然后再吃到
一层芝麻的那种哔哔啵啵哔哔啵啵的那个香气跟口感，然后再来才知道那个尾鱼的那个鲜甜鲜甜的味道。第三道要吃沙拉，就是干贝沙拉。干贝沙拉，对，也是北海道的干贝，然后旁边就放着这个台湾的五谷的绿竹笋，然后一些有机生菜。嗯，前面可以吃到那个罗勒有的那个香气，香气跟那个椰奶，对，它的那个甜味先冲上来。台硕牛小排，牛小排，这个酱，这个旁边这个是松露洋芋泥。然后把它用抹开的方式这样抹下去之后，我就可以很像种那个蔬菜的感觉，就把蔬菜全部种在上面。嗯嗯，好吃咯。而且吃下去的时候那个鲜味很重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原味就可以吃到那个肉的甜。肉的甜，这个是番红花的海鲜汤，我用那个鱼头跟虾壳熬了两个小时，可以吃吃看。喝个汤。咸哦，很重哦，哇，这很厉害的是没有太咸，但是很鲜，还可以吃到那个虾壳，还有那个虾壳里面的高的那个浓郁的那个香气，回到地中海了，对，没错，又回到地中海的感觉。这是我们台湾的龙虎石斑，哇，龙虎石斑高级，对，而且它因为它胶质很厚，所以我用纸啊，烘焙纸把它包起来，跟芦笋一起烤。它的水分就会保留住，对对对。嗯，很特殊哦，肉好甜，对，肉很甜，而且超嫩的。对，这是台湾人养殖那个石斑厉害的地方。我忘记了，我要问问题了。对，你刚刚有说有要问问题，对对对对，我叫你吃完才能问呢。因为我也是有时候会自己煮菜啊，对，然后呢做煮汤的时候是很容易就是。不小心放太多盐，然后变得太咸。Oh. 然后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哦，变咸了，那加个水。然后结果整个味道都变淡。变淡了，对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能加水。不能加水。这个时候秘密武器就是马铃薯。马铃薯。对，马铃薯。加马铃薯。加马铃薯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煮一锅汤哦，它太咸，你加水味道变淡就不好喝嘛。对啊。其实你煮吃起来太咸的时候，教你一个诀窍，你就把马铃薯啊。切成薄片，薄片，哎，薄片，然后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啊，然后再开火再煮一次，马铃薯的那个惰性淀粉啊，就会把盐的钠离子吸收掉。哦，所以它本身不会太咸，太咸，它会把盐分吸收掉。哦，那吸收掉之后，你再把马铃薯拿出来，那个汤的味道就恢复正常。哦，然后也不会太淡。对，也不会太淡。哦，答案是马铃薯。小慧就不会浪费那个马铃薯了，对，马铃薯会这样，配菜多了一个菜这样子，太厉害了。然后接下来是大家都很爱吃的零食，那推荐好吃的零食之前，要先来解决一个麻烦，什么问题呢？到底是什么？请看，零食吃不完，手边又刚好没有密封盒，请问要如何保存呢？如何保存？现场题，要怎么保存你吃不完的这些零食？因为小慧没有这个问题，一定会吃完，你开了，他开一箱也吃完一箱。我都要被我拿到的零食都不会有剩。那亚美讲呢？就最简单啊，折起来，然后橡皮筋绑一绑，能多紧就多紧。我家里有一个饼干是用橡皮筋绑起来的，然后放很久，我一打开看，里面满满的蚂蚁虫吗？蟑螂的小孩，最近。我最近就家里怎么那么多展览啊？我一直找那个原因，结果是之前打开过的那个饼干没有绑好，在里面筑巢了。对对对，那个要放多久啊？放半年，太好了，筑半年啦，筑那边筑半年。不是，那因为上面没有办法封那么紧。Demi， 你有方法吗？我就用那种普通那种会密封的那个夹子。哦，密封夹。对。嗯。然后小爱这边有一个好方法。我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不用任何道具，不用订书机，也不用那个橡皮筋的。因为我每次吃零食，我真的很容易剩下，因为吃不完。对啊。想说放在那边又怕它软掉，但是现在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就只要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你完全真的不需要东西。不用道具。对，我先示范给大家看，先这样子折。这个真的很简单，非常非常简单，这样一定要贴在胸部上折吗？那个也好奇妙的画面，好羡慕的饼干哦，这样子啊。超实用零食密封法到底是如何？广告后让安以爱来告诉你。
我怕你们看不到。这样我起伏比较大，怎么办？这样、你可能因为央美讲那边比较不平。先折这样子，一边折这样子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长这样嘛。你只要这样子反过来，然后但是你要折紧哦，就是。沿着这样子把它卷下来，像潜水包包那样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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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潜水包，对对对，没错。然后用完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旁边不是会有两个角胶吗？对，你只要把角胶再把它这样子挖出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哎，厉害耶！这样就固定了。生活智慧网，对，好聪明哦。这样真的不会掉。噔噔噔噔噔，这样子。倒过来呢？倒过来。噔噔噔噔噔，摇晃呢？哎呦，哎，好看！这样子小强就不会进去了，对，没有空隙进去了。你就把它卷紧，然后把它这样反过来，就是把它这样子用可以力就可以了。这边还有一包，还有一个可以练，试试看。又是没吃完的，你说真的很简单啦，胸部要放胸部，折一半，折一点，然后紧紧的反过来，对，紧紧的把它卷下来，紧哦。喜欢紧紧的，不要让它有空隙啊。然后卷卷卷卷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把旁边的这个对，把它拉套住哦哦哦。哎，如果丰田会，就表示大家都会哦。对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是真的非常简单。哎，真的耶！然后完全隔绝空气，对，固定住哎，就很方便啊。你出去外面去旅行干嘛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它这样叭叭叭就可以。哇，好方便啊这一招！那我们就可以多买一些零食再来吃了啦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大家都有带我们最近吃到超推荐的好吃零食，没错，马上来跟大家分享。耶！ Yeah, 吃零食时间到了，我先来介绍我的，好不好？就是因为小朋友很喜欢吃虾饼，是，所以要这个推荐的，而且还有四种口味，有咸蛋黄，大家一起吃。这个虾饼真的非常酥脆，一次就是一大桶。哦，给它满，所有口味都在里面。它不用折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桶子，要压紧就好。一桶里面全部都有。没轮起，没有它有不一样，分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口味。对，我吃到是原味，然后它有咸蛋黄的，我吃到辣的，因为辣的也很好吃。嗯，好辣子哟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平常小酌喝一下，小红对红葡萄酒都很搭。然后另外这边是比较高级一点的，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高级的，赶快先吃。没有坐飞机的头等舱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它就是头等舱供应的脆果汁。哦，对，它给到一包一包，就是一包一包的，它你就是可以控制。像这个公虾米，你就是会一次一大桶吃完，然后这个一小包一小包，你就会有点节制。哦，好好吃，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啊！可以来杯啤酒吗？红酒，红酒嘛，啤酒，来一杯酒。因为健身教练本身就很节制，对对，你看一看他接下来要介绍什么零食，没有这个没有很健康，这个是好吃的，它是脆双菇，地瓜今天买的，这还要去泡水是不是？杏鲍菇跟肉蒸菇，肉蒸菇，对，而且它没有所谓的油耗味，我猜它应该是那个干燥烘干的那一类型的，又健康又好吃哎，这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好辣，这样一边吃不会有罪恶感啊。对，不会，对，隔天也蛮好上厕所的，可以配啤酒，纤维纤维很多。好，接下来这个看起来就是比较重口味。来来来，我这边我们有每一个人嘛，每个人先拿一根好不好？先吃它，我再来讲。它叫做超米卷，然后它的外形啊，稍微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有肉松，然后上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藜麦，藜麦还有芝麻在里面。然后来给它看一下侧剖面，剖面呢里面有起司啊，有肉松，然后它一个超米，一个玉米边边有个玉米那个酥酥的。对，好，那你吃起来呢，这个只有在我们的台铁啊，那个就是坐商务舱的，或者是坐我们飞机商务舱才有的点心。哦，那你现在吃到了，它是不是肉松的感觉？对，还有那个它是素食。因为你会以为它是肉松，你就想说它是荤的，但事实上它是素。好，那它这一盘是真正的肉，所以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点心非常贴心的。我吃素，我想要吃一些肉松怎么办？可是他却把它做成就是我们吃素的人也可以吃的。然后再来是这一个，我想再跟大家推荐，稍微再来一个那个，加码一下。哎，好，这个里面呢，它也是，它就是叫煎卷，好煎。来，我看一下哦，打开哪个煎？煎嘎恰恰那个煎，然后它这里面是巧克力酱，然后外面一样就是用我们那个花生的，对，我比较任何的有花生的，有巧克力的，也有起司的，也有肉都有，所以甜咸各半，吃的嘴巴都是。哎，怎么办？吃这个有饱足感，我已经饱了。对，
因为这种单包单包的好处就是说啊，比较有节制。是啊，吃完一个，或者是我这样剥一个，哎，大家要胖一起胖嘛，就是分一下。肚子饿了就可以吃。好，所以接下来这个是谁的？我的。接下来这个呢，右边这个就是现在非常红的，就是大人小朋友都很爱的韩国乌龟。乌龟哦，南昌街很面熟，一定要买的那个。想卖的好像是不知道是起司还是原味，但这个是松露口味的，很难买到，好像红酒的感觉哦。对，它是松露口味，我就觉得这个好好吃。对，好香，是不是很香？对，好香哦。因为我觉得它是因为一层一层的，所以你吃起来就很酥脆哎。然后在旁边是这个，大家一定也都吃过，就是它原本的形状是长条形的起司口味的。就那黄色包装的，对，但为什么我会想要介绍这个，是因为它是小小的，它就是出那种一包随身的那种小包装，所以像是这个，如果你出门要旅行还是什么的，你就不用再沾手，你就直接撕它角角，就这样用到的。哦，对，我这样讲，因为这个我就会很怕，因为这在家里会弄到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完全不用拿出来，你直接放在里面就直接这样，小包的下杯一样，对。然后这个是鸡汁口味的啦，鸡汁口味，然后它原本有cheese口味的，对。接下来这好熟悉，这我们家 always 有的小泡芙，我今天跟大家推荐就是经典口味小泡芙了，因为如果你有可能就是在开车的时候，有时候有可能有时候遇到塞车，然后心情就会有点不足啊，或很烦呐。可是如果你吃个泡芙，哦，整个心情又美丽起来了，赶快来吃一下。会有感觉吗？对，我一吃一整。对啊，你是可以吃几包？要么我一口可以塞几个，要看吗？好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可以看一下，你可以塞几个？你应该可以塞个十个吧？因为它这里很有弹性。你的这个好，我先两颗两颗塞，两颗。对，好，我们不要跟他讲话，不然他没办法那个。你要没办法呼吸，给我一个手势哦。五六，六颗，六颗，哇，厉害，丰田，我想看看，我以为可以十颗，我也以为十颗，因为他们有先把它咬碎，它有一些空间。两颗，哎，你嘴巴感觉蛮大，对啊，哦，是男的，是男的，那怎么不可能？真的假的？没有，不可能。我觉得亚美讲，你可以挑战一下，你试试。哎，这个蛮有趣，还可以玩这种游戏。等下我先润喉一下。一会要你吞。润喉。一、二。哦，交位置，交位置。是。哎，你还蛮厉害的，你可以耶。五。哎，嘴巴好大。你是不是前面的已经吞下去了？在这里，第一颗在这里，到已经塞不进去了啦。八颗，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原来小泡芙可以玩一个哎，十颗。不行吧，小朋友会噎到啦。哎，还没介绍完，要吞这个是不是？最后我的，最干的。你们是什么薯条对不对？对啊。但它是饼干。厚切马铃薯条，但吃起来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，不是什么味道，其实马铃薯吗？马铃薯，马铃薯是马铃薯，但是它变成它是饼干，硬的饼干，里面是空心的，空的，很酥，好脆哦，好特别哦。它也是像那种水果急速冷冻型的，有点像，对对对。它跟这个脆双菇一样，可以搭一配，是好朋友。对，他们都是好朋友，就以原型食物把它干燥，然后变得调味变得更好，就是变零食。这很像那个干面吗？它有口感的，对啊，是脆的，真好吃哎。可以用沙拉。可以耶，碎之后还上沙拉，这也蛮好吃的。对，而且感觉也饱足感哎。对，而且比油炸的那种薯条。吃起来更健康，对，应该不会到健康啦，但是吃起来没那么压力，吃起来至少有咸咸的味道，加味在里面这样。哇，我觉得太棒了！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些零食真的都刷出又爆炸好吃，蛮该运动的，吃太多了。对，我觉得 Danny 要教我们做一些。好不好？就是吃完零食不要有罪恶感，然后同时又可以消耗一下卡路里，等一下可以再吃的一些运动。好，动起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练马甲线的运动，马甲线超燃脂运动。广告后跟着教练动起来。
来练马甲线的运动。好，来，我先示范一下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把双手靠在我们的椅子上，做一个棒式，然后做一个侧转的。哇塞，教练，这感觉这个很累的感觉，爆炸式。八下，八下，八拍，八拍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快慢有差吗？当你不要太慢，你的手可能会撑不住，所以等一下可以做快一点。哦，安同学，安同学怎么了？没有，在讲话，先休息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双手握在这个椅子旁边做侧转，手打开，一样都是核心，手也会一起受。啊，我要跟你们相反的，可以面对面。一样八下，左边右边算一下八下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我们做侧棒式，手放在你的腰上。这个太累了。然后屁股往下，单边四下，可以吗？哎，我觉得小汉你蛮好的啊，蛮好的啊，大概做了10下以内都还可以。然后转身，然后又要面对面。那我只练这个。面对你们。讲真，如果健身房有这种一直要跟人家面对面，烦呢，会笑出来。对啊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可以坐着。好。而且我们在练的时候都会出力，都会发出声音，就嗯。那你又跟人家对抗。对啊。是男生的，会烦谁？对。好，练完肌肉呢，因为我们要燃脂一下，体脂低才会看得到肌肉。是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双脚与肩同宽。好。好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做深蹲跳，好，10个。对。你可以坐下去，没关系，这样子哦。对，跳得很好啊。丰田坐下去还有啊。对。小孩的膝盖可以再开一点，再开一点。对，嘿。好，10个我们就结束。哇哇。中间是不休息吗？一直连续。对啊，不要休息啊，就一连串啊。好了，那我们请 Danny 教练一口气把大家一口气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呈现哦。一组而已，一组而已。好，先棒式，开始。好，来走，左边，右，左，五，膝盖找肚子，膝盖要找肚子哦。好，来我们掌撑，好，侧转，一，换边，你不要，三，不要，小孩加油，五，不要，七。不要讲。好，来我们的侧棒式。好好，来屁股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们有种变态啊，变形。真的很累啊。换边，因为他只坐单边，因为他只坐一边。三、四，很好，来坐在椅子上。来10个，加油，我都帮你掉。他结束了，来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我不对，五、六、七，加人分，2个9、10，耶，太厉害了，好强啊！哎，他们还不错，好厉害啊，小爱厉害，坐好坐满了，有没有觉得这里很酸？有一点酸，但是我觉得酸的是我的心，我后面有一种阿伯在那种床。怎么另外一边只有另外一边酸？可以，而且转过去还对你笑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我现在是这里脸很酸，笑到脸超酸的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练完马甲线现在呢已经燃脂了，现在又有点空间可以再吃东西了。可以，对，炒菜的时候有一个步骤加上去之后会色香味俱全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请看。炒空心菜想要叶片绿油油，好看好吃，可以加一样东西，是哪一个呢？一、豆豉，二、糖，三、柠檬汁。啊，好吃哦！炒空心菜想要叶片绿油油，好看又好吃，要加什么？加一个东西。嗯，请举牌。感觉小爱好像很少在煮饭，你刚露出很狐疑的感觉。没有啊，就觉得好像应该柠檬不错吧，加柠檬酸酸的很好吃啊。你是不是想要去跟亚美讲去泰国了？没有，我就只是走看起来炒起来好吃的，我喜欢加酸的东西，加酸一点。对，好，那小慧也是选三。哦，因为我妈妈平常就有在炒空心菜的，她会加柠檬，嗯，然后看起来就会比较亮。哎呦，哦，你有经验就对了，嗯，哦，炒起来都好黑哦，对，平常都这样。哎，那亚美这样选，我二就是加一点糖，因为像我们看长辈在卤肉的时候，不是会加一点糖，然后让那个皮会亮亮的、油油亮亮的，上色的，对，上色的概念，好像也有道理。
对。好，被你教练选豆豉一。我想说大家都没有人选一。你是纯粹就一纯粹觉得它有可能是正确解答。我真的不知道豆豉是要拿来干什么。没关系，答案马上揭晓，请看一下。Jeff， 哎，丰田。你在工作吗？对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嗯，所以你是专门拍菜的吗？对，我专门拍食物的。然后听说你的这些菜也是可以自己做的，你对你是主厨又是摄影师，是，对。那你看，帮我看一下我最近做的这个，我做的空心菜是不是很黑？好像真的有一点点黑，对不对？嗯，为什么？我这也是简单炒一炒，就瞬间就变黑了。我觉得你之后可能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。柠檬汁为什么要加柠檬汁？因为其实柠檬汁它会抗氧化，它会减缓它氧化的速度，它会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黑。哦，所以空心菜变黑的原因是就是对，是因为碰到氧化。哎呦，长了一个小知识。那还有一个问题，因为呢，你有看到除了这个我的空心菜特别黑之外，我拍食物也不会拍。那 Jeff 可不可以教我一些就是拍美食拍得好看的一些是诀窍？可以吗？当然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个丰田这边有一个就是在隔壁便利商店买的意大利面，是你要不要试试看摆摆看？哦，吃吃看。哎，摆摆看啊，摆摆看啊。对，我要选这个红色的，感觉哦颜色都很明显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我就全部倒出来嘛，这样有没有？尤其是这个香肠啊，就是放上面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把这些香肠放在上面之后呢，差不多可以拍照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 OK， 可不可以？都已经尽力了。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先试着换不同的盘子。换不同的盘子，为什么？这个红色的很漂亮啊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意大利面是红色的，那如果你把红色的面放在红色盘上面，那面就不见了。面不见了，对，大家看不出来。那如果你的话会用什么？可不可以示范给我看？我这边的话，其实我会选用白色的盘子。白色的，对。那我们摆话尽量，我们还是希望它的面是比较高的，看起来比较挺立体的。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做这样的动作，我们先把面夹起来，然后在汤勺里面转。其实这样子就是已经有那个 feel 了。对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拿过去就好了。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让东西变得立体的一个方式。真的有哎。对。那肉的话，我也不会想要全放，我大概会放个一个，让它还是要让它立体的看起来。放有点点倒，稍微这样子。好，那就这样子拍照就可以了吗？其实还差一些东西。如何拍出超美美食照？广告后让大师来教你。那就这样子拍照就可以了吗？其实还差一些东西。哦，还缺什么？我们希望可以让它看起来更多、更丰富，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希望加更多的一点点颜色上去。例如说，因为这是红色的嘛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加绿色的东西。哦，就是那个色调的，对，相反的。等一下，我在现场听到有些人说。啊，好麻烦哦，这一句话不准说，生活要仪式感，乖乖听。好，请继续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这边的话，这个是山萝卜叶，这是樱桃萝卜，然后这是红酸抹，然后我们这个其实可以直接放在最上面，它会增加它很大的一个丰富度。好美哦，色彩的丰富度。有这样子拍，所以真的是用一点点的心思，对，就可以拍得很好看。学会了，学会了，谢谢。哇，是不是？为了摆盘，真的要很花心思哎。那些都市场都有买得到的一些东西啦，很简单。你的那个冰箱里面随时都要备这些东西，你如果真的要摆盘漂亮的话，就可以随手可得。对，没错没错。但重点是炒菜竟然要放柠檬汁。柠檬汁。对呀。
是不是？你看，好厉害哦！所以你真的会煮哎，我刚误会你了。对，听说是。醋也可以带，醋也可以哦，好厉害耶！对，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整集这样下来，其实讲的真的是所有都跟美食有关系。对，所以小慧其实很能体会我们大家就是也想要品尝美食的那种心情哈。嗯，能吃就是福。对，这句话是没错的。金句来了，没错，能吃就是福。那要像你这样可以吃到变成大胃王哦，真的不容易。对，好奇啦。对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小慧啊吃的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，然后有各种挑战的话，也可以看我们礼拜天的大胃王来了。大胃王来了，每个星期日晚上7点。所以呢，最好那个频道一直锁定在26台就对了。对，就可以看到一次高点也。可以看到大胃王来了，没错。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，谢谢。那欢迎大家到一次搞定粉丝团追踪、按赞，然后呢订阅未来综合台的 YouTube 频道哦。耶，我们一次搞定，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。